那几天嘛，吃那玩意儿没米下不？啊，我把米给先留，看那肯定豆腐打成的，不能进来看。山公妈来人家，人家你的男女心里的路，牛肉味我们忙苏家问看来吧嘞。十点嘛，那十点个正八嘞，山公大路找是为嘛牛肉味啊，就咋来打吧？男人啊，没标准，男人。两公妈洗吧的，妈在外干没事。庙里，那不叫不叫房里，俺那里的叫弄三楼啊吧里面。那比如说，本来是不是，洗的不叫房里的嘛，里干的不叫房里的嘛。他比如说，洗干净呀，他比旧旧比较，他比较旧啥的还加的还加着，他比如说半边半边撇了吧。那照顾的嘞，五年年啊，像我们当一转洗不叫房里个，得健身多吃白布，明年木个牛肉味啊，店里提早开了吧。不叫房里嘛，高瑞也拿啦。只要那瑞章人少多啦，都瑞你呢。人莫这边人少呀，路线么着这三亩瑞么咋看那七八里呀的路嘞？路着过子嘞五年年个标牌嘞。不来房瑞个边来这少呀嘛，人少东边都面的那呀瑞个，乌扎贝这上面路牛肉味个标牌嘞。那趟实施困难一转嘛，像我担心牛奶生啊牛奶个路段人不来房瑞个这少贝开皮，两边本来那转嘛来十来上月段没路牛肉味，我们忙手个标牌嘞些。